娶歌王曹格，带着安科长回到大马，满头大汗的他竟然说汗是安排好的。你看我满头大汗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头到现在目前都唱曹格的歌，曹格写的歌，真是，哇，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好简单。我也是七月的宝宝，我是七月九号生日的，所以啊，写我自己唱的歌太简单了，这些流汗都是道具安排好的。曹格还特别立下几个规则给粉丝呢，一就是你们要拍就拍，要录就录，不要管刚刚说什么。规矩是什么呢？你们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发呆就发呆，想去洗手间你给我坐好，不要去。这是简单的哈、哦、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介绍我唱的歌，如果你会唱跟着唱，如果你不会唱，你看的话就知道，如果你不会唱怎样？买咯。如果不会唱假装会唱，因为大家都在拍啊，这个时候搞不好现在有 live 呢，直接直播的，给他名，给一点面子。我说到曹格还有什么好说呢？没什么好说的嘛，就很会跳舞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爱写歌，很感性，脾气怪怪的，可是有时候很可爱。那不管怎么想，其实你们怎么对我，你们怎么想我，或别人怎么想我，其实我真的管不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听曹格唱歌的朋友们，我介绍自己，你好，我是 Gary 曹格，请多多指教。